第十八题十九题是题主，民流测量某液体密度，它每次倒入两桶十毫升液体，再测出两桶和液体的总质量，请根据下表结果回答第十八到第十九题。第十八题是问，请问它所用的空两桶质量为多少公克？老师上课的教法叫做为它搭起友谊的桥梁。我们每增加10立方公分的液体，质量就增加6公克，每增加10立方公分的液体，质量就增加6公克。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是没有液体，也就是液体是0，那么它就要减少10立方公分的液体。没有液体的时候，质量就是所谓的两桶质量，所以40要减掉6，也就是34。因此第18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它所用空两桶质量为多少公克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34.0。